好啦，大家今天就遲了一點點，就因為之前就是錄整節目的時間，這樣就不要緊，就因為呢我們講的題目呢其實都是昨天三不管的下集來的，但是 before 進入這個洛慧玲，我經常都講錯，你有洛奕玲是吧，即是無線那個，又講過李慧玲，真是頭大的，真的兩個都是女人來的，咁啊，幾陰柔噶，我覺得呢個人俾我感覺。唔係佢樣子，有啲人話似白先勇，我覺得阿仁，我覺得有少少似薄熙來，係咩？你覺得係嘛？薄熙來啊，靚仔喎，叫做係。唔係佢個樣子，以中共共黨嘅官員嚟講，企出嚟嘅都冇乜嗰種農民味嘅，我覺得。亦都有啲人話佢有幾分似朱鎔基，又唔係，我覺得朱鎔基隻眼就殺氣大啲，殺氣大啲，佢個人又陰柔啲。咁啊，一陣間先招呼呢個誒洛奕玲啦，咁樣。唔係，係洛應洛洛慧玲，係啦，洛慧玲咁樣。咁啊，有幾單新聞咧，就可以喺第一節嗰度講。但係我覺得有單搞笑啲喎，就係話原來咧，黃志文被全免職之後咧，即係呢一個嚇有呢一個蘋果嘅前總編啊，阿鄭明仁話咧，就原來啊呢個即係建制派，尤其係文匯大公嘅圈子裏邊咧，好開心喎佢哋。點解咧？朋友圈踩多幾腳啊！即係點啊？左王一去嗱，因為咧就咁樣嘅，佢就話咧，唔係佢有兩個講法，即係嗱。總之任何人一落馬咧，你就應該割席嘅。就中共一定係啦，因為佢落馬唔係光榮地落馬啊嘛。呢個係通例嚟嘅，嚇呢個係通例嚟嘅。尤其你見到佢嘅下場咁凄慘咧，走去守水塘啦，係咪？圖書館管理員咩守水塘？嗱，第二就毛澤東都做過北大圖書館管理員咧，後尾咪成就一番事業係嘛？嗱，另一樣嘢咧，就真係同阿黃志文平時嘅修為有關嘅。佢就話呢條友咧，平時係油頭粉面，咁啊成日咧都好中意扮大佬，召集嗰啲咩港區人大政協咧，就喺度訓話。佢臨死之前都係上個禮拜咪訓話咯。係啊係啊係啊！大家仲覺得哇，點解唔死嘅咧？仲咁高調出嚟訓話，傳達習近平思想。同埋每次佢都真係卡斯特羅上身喎，都講兩三個鐘喎，啊！嗱，你聽佢講咩咧？咩中環西環行埋，你都知道是一個賊人嚟嘅。係啊，基本上就係，我覺得唔好話佢阻唔阻啊。係，而係咧近呢十年嚟，我所理解嘅中聯辦嘅官員咧，佢唔單止離地啊，冇貼近民情，見嚟見去都係權貴酒肉權貴飲，不嬲都係噶啦。而係根本上佢哋咧係嗱，自從啊嗰啲林武啊嗰啲退休之後咧。林武大家都知啦，其實都係當日撐阿梁振英上場嗰、那個啦，即係住喺約道唐英年附近嗰、那個，咁、都係喺中聯辦喺香港打等好多年嘅幹部，曹二寶嗰啲調走咗啦，即係第二支管治隊伍嘅呢個理論創始人。係啊，咁嗰班即係接近香港盤踞得比較耐嘅都退休，跟住落嚟嗰個大家記得可能係譚鐵牛。係。係嘛？由呢個中社科院調落嚟，咁就話係呢個習近平嘅呢個近身。係啊，但係成班人都已經係冇嗰個嘅同香港社會接觸嘅。譚鐵牛冇料到，因為其實同埋佢就係將嗰個所謂大數據專家，俾好多人嘅憧憬啦，即係尤其建制派入邊嘅憧憬啦，就幻滅咗啦。因為諗住佢可以用啲科學嘅方法嚇收集到好嘅數據，咁但係。結果竟然仲衰過立場新聞，係咪？坦白講啦，呢啲嘢，但係即係等於大陸嘅話俾你聽，呢度係 New Balance 新百倫一樣嘅啫，即係唔知道就嚇死，知道就笑死。咁啊，對大陸嚟講，坦白講啦，佢要大數據用乜嘢？因為佢所有嘅即係 social media 都有 backdoor 噶嘛。但係你嚟到香港就另外一回事嚟嘅，其實。你點攞 Facebook 大數據？我想問啦。你打電話，中聯辦打電話去 Facebook 啊？唔係喎，佢好似有一排好似話俾人哋篤爆話會賣啲數據俾華為喎，即係舊年係講。但係始終香港係一個即係相對資訊比較自由開放嘅社會。係係啦，咁呢個黃志文咧，實際上咧就係、是、你睇個款就知㗎啦，出嚟講嘢一個賊人嚟嘅。咁下邊嘅副主任亦都唔見得好喎，真係我覺得。即係相對起以前啊，你再比起譬如高智仁嗰個年代啊，或者係 even 彭清華嗰個年代都好啲嘅。彭清華個年代下邊仲有嗰個成日焦頭嗰個叫李剛啊，係啊，
即係頭髮搞到好高，好似翻咗去之後雙規定。佢係落咗麻，好似都係。唔係雙規，好似唔知雙雙乜嘢嘅，即係都大鑊㗎啦嚇。咁不斷膨脹，權又不斷咁大，然後咧嗰啲地區主任咧就變成係咧呢個政治嘅中心。所以七二一事件其實係同中聯辦、新界辦有關㗎嘛。係啊，因為佢哋喺嗰個鄉事委員會就職禮裏邊就散佈。話有人入去元朗搞事啊嘛，要保衞家園咯。咁你見到啦，跟住屯門嘅社團啊，入去元朗保衞家園，跟住何君堯系統嘅動員啊，全部都係同即係新界辦有關。咁呢啲嘅，我覺得今次就大家都唔好諗佢會清唔清查啦，唔好即係估唔到其實呢啲嘢。但係對中共嚟講，踢走呢個黃志文咧，即係你講得啱啊。中共官場嚟講，你一睇佢翻去做一個圖書館管理員，就算明明黃志文係一個好人啊。都變成一個大壞蛋㗎啦，係啊，係咪？因為佢要討好而家呢個新嚟嘅陰差大臣啊嘛，咁樣。咁啊，我哋未講到陰差大臣之前咧，就其實另外有兩單嘢都幾熱門嘅討論嚟嘅。其實呢個黃志文，我相信就討論多一日就冇人再討論嘅啦。係，因為中共嘅官場就係咁啊，即係人一走咧，基本上咧，我相信下一次你問呢、這個。中聯辦副主任咧，佢會話：誒邊個黃志文啊？嚇咁樣。首先有一單嘢咧，就喺連登討論好熱烈嘅，我都想大家即係有機會可以討論一下嘅，就係、是、呢個元旦日遊行捉鬼事件。係。咁當日咧就喺大家見到咧，就係、是、應該係四點幾啊。嗯。喺灣仔呢、這個。四點幾到啦，係。係啦，咁咧就有一個黑衣人咧，就破壞呢個一男一女中人壽。係一男一女。係啦，咁就現場嘅人咧，包括之後嘅《蘋果日報》啊等等咧，有好多嘅媒體咧都好多影到嘅。佢哋就行去警方嘅防線，就同警方講話：我哋係自己人咁樣。咁咧就大家就開始就係話呢啲就係鬼啦咁樣。咁當時嚟講，對我嚟講係個新聞嚟嘅，其實我真係相信嗰啲係。卧底嚟嘅，咁點解咧？就係、是、因為我喺我嘅理解裏邊咧，即係和理非遊行嘅目的就係製造人數嘅啫，製造人數，然後製造一個壓力，就係話我人數比六月九號更多。咁即係話經歷過七個月嚟咧，香港人對成個運動嘅支持咧，就發放一個正面支持嘅信息俾國際社會同埋俾北京咁嘅啫。所以和理非遊行，大家唔好以為和理非遊行就會即刻爭取到五大訴求，唔係嗰樣嘢嚟嘅。是在個過程爭取五大訴求目標裏面其中一步的。我當時我就覺得，因為咦點解咁早就爆發衝突，跟住就腰斬啦個遊行咁啊？咁亦都係令到好多人相信當時嘅破壞行動會唔會係警方所為嘅？因為好多時喺譬如十二月八號嘅人權日嘅遊行咧，啊，都係喺人嗰、那個民陣嘅遊行完咗之後嘅，其實不嬲都係嘅，其實係。係啦，咁但係咁早就喺呢個嘅灣仔就有呢個破壞嘅行動，而且你見到啲人數咧係源源不絕噶嘛，真係你喺咁而當時喺維園仲係不斷有人喺度，咁但係咧就跟住今日咧就有一個片，就係、是、據說就係呢位女士嘅一個自白，係嚇手足嘅自白，咁就話即係啲人捉鬼，咁跟住之前其實喺連登已經有一啲嘅。不同的小組就宣布就係退出呢個嘅運動。最先有一個叫仇視小隊啊，咁啊，而家咧就有一個叫做係其實好多名字我哋以前未聽過嘅，即係我哋以前主要聽嘅就係、是、叫做屠龍小隊啦，同埋即係你接受過網媒採訪嘅就叫 V 小隊啦。咁而家就有最近有一個叫火炬小隊。嚇，咁啊，亦都有個叫無名小隊嚇，咁有個仇視小隊，即係其實嗱，由仇視小隊上個禮拜開始已經有噶啦。咁佢就話不滿最近咧多咗一啲捉鬼，即係捉鬼氣氛咧就令人窒息，感到窒息。咁就覺得咧再做落去都冇乜意思啦，咁咪索性退出啦咁樣樣。咁即係如果你先後呢兩個禮拜以嚟咧，咁起碼有三支小隊咧就話就因為呢個不滿捉鬼而退出嘅。係啦。咁而家呢一個咧，即係呢個女嘅，即係呢個所謂女義士咧，咁佢就話咧已經係離開香港啦，去咗東南亞一個國家啦。咁佢就拍片翻到嚟咧，就俾呢一個叫做係咩 PPI 咩 International 呢個媒體咧就播條片出嚟嘅，其實就係、是，係啦。咁啊，呢一個立場新聞都好似有跟進報導嘅呢單嘢係。嗱，我自己咁睇嘅，其實就。首先放低捉唔捉鬼啦，我當冇存唔存在捉鬼都好咧。其實嗰個行動嘅討論同埋檢討咧，係
應該有一個咁嘅空間去做嘅。係，即係話究竟喺民陣嘅遊行裏邊，喺四點幾呢個時間係咪？即係我當嗰個係手足啊。嗯。是不是要在那段時間去做這個的行動呢、嗯、而令即當然你知道警方腰斬就借題發揮啦，是、啊、但仍然有很多人在這個的即是維園等出發的時候、嗯、這個我覺得呢就起碼對於我覺得民陣的遊行的目的是要爭取那個人數這件事呢 是有影響的、嗯、我覺得因為民陣的遊行就腰斬了。咁喺咁樣嘅討論，嗱純粹係策略討論，冇牽涉到邊個鬼唔鬼嘅問題。我覺得喺運動裏邊係應該嘅，我覺得調翻轉。係啊，包括就算喺連登討論區咧，大家都應該去反省下呢樣嘢。啊，反省嘅結果可以係 yes or no 嘅，我覺得係嘛。咁亦都大家會更加建立更強嘅共識。係呢個就係所謂和勇不分嘅一個嘅前提嚟噶嘛，其實。咁所以如果你話討論嘅話，我自己嘅立場咧，我覺得當日呢、這個我當佢真係手足嘅話咧，嗰、那個嘅行動本身咧係唔係好深思熟慮嘅，我覺得又其實嗱，因為佢條片嗰度咧，咁其實係講好多嘢啦。咁、佢就話佢話做人咧，即係佢都三省吾身嘅，其實係咁。但係三省吾身之後咧，咁佢唔係話自己即係要反省啲乜嘢，佢話要嗰啲即係群眾要反省啲乜嘢喎？嗱，要反省嘅嘢咧，就係話，因為你捉鬼啦，捉鬼又搞到其實即係頭先我講嗰啲嘢啦，氣氛好窒息啊咁樣樣。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我覺得佢先至應該，即係其實係咪佢都應該有反省嘅地方咧？其實係係啊，就係、是、我意思就係咁，即係話佢都要交代，即係話點解要喺嗰段時間做咧？如果係手足，我意思係話，佢都要同其他和理非嘅手足交代啦。係啊，或者係佢自己嘅睇法係點咧？唔係因為起碼我都要知道佢點解咁做啊。所謂和勇不分咧，其實都基於一啲即係大家嘅共識嘅，其實係個行動上面嘅共識咧，就在於即係如果即係嗰個，起碼唔會互相抵消啦。係啦，唔會抵消，唔會話即係你遊行當中你唔會中間做呢啲嘢，然之後俾呢啲警察有藉口點嗱。其實嗰日唔係話有一兩個人，即係我哋以往咧，你見到譬如你話即係爭議性好大嘅，即係譬如你話啊，即係黃浩明咁樣樣，咁就話村民唔係咁樣諗喎。你唔係啲知名嘅一啲左膠或者知名嘅啲泛民走出嚟講去帶風向啊嘛。而你見到嗰日其實係令到所有人，其實係所有人。都一致認同呢樣嘢係惡嘅，呢樣嘢係不尋常的，所以咪會懷疑佢係鬼咯。唔係咯，嗰個前提唔係話亂咁捉，而係大家都即係大家都有個共識啊，覺得好 odd 啊，係咯，所以先至懷疑係警方卧底咯。我覺得係有呢個咁嘅諗法喺度。佢嗱呢位所謂女意思，我當佢唔係鬼，我當係真心。即係你佢，我覺得佢應該反省一樣嘢，點解你做到呢一樣嘢，令到現場嘅人咁緊張？嗱，因為咧。就算我見到有啲人咧，其實去即係討論呢個 post 嘅時候咧，係咯，即係嗰啲勇武派其實平時啊，即係其實我見到有啲文章啦，就話其實佢哋嘅即係佢都覺得自己嘅義務係保護好多和理非啊嘛。我以前保護咁多和理非，點解最後尾變咗個鬼啊？你都識講勇武派你自己本身嘅角色就係保護和理非啊嘛。咁但係點解你喺遊行當中做出一啲破壞，係令到和理非係反而受到威脅呢？嗱，呢樣嘢就係打破咗和理非同埋勇武之間嗰個共識，嗰個 bonding 係嘛？嗱，因為你話勇武之所以可以即係可以有啲場合啊，可以做即係一啲裝修啊，或者點樣嘅行為啊，衝擊又好，點樣都好，係因為有人數好多嘅和理非去 back up 啊嘛，係咪先？咁你有人數好多嘅和理非 back up 嘅話，你首先你要 make sure 佢哋會覺得冇人身威脅先，同埋佢相信你係手足咯，係啦。咁但係你嗰日你係令到所有人啊係一致覺得你係鬼嗱。其實講真啦，如果我哋去咁樣講嘅時候咧，我亦都想佢 define 究竟乜嘢為之捉鬼。其實講真，從來你呢六個月裏邊嚟講咧，你如果你話捉鬼是令到勇武派窒息的話，其實捉鬼沒有停過的。是的，因為有很多行為你大家都公認為 是鬼才會做，譬如是什麼拍大頭，在現場拍大頭的人。喂，如果你覺得捉鬼是令人窒息的，那你不要在那罵那些拍大頭的人，是不是？因為我們就算是沒有一個叫做是和勇條約都好，大家其實都有一個很
即係大家都有個好模糊嘅共識㗎嘛。其實你點模糊，大家都覺得公認嗰啲嘢係鬼嚟嘅。唔係啦，同埋第二樣咧，我都想提出嘅，我自己有個觀察咧，其實希望大家即係可以思考一下。係啊，警隊嘅即係 security wing 咧，其實佢哋咧就一路越嚟越熟練㗎啦。其實即係我哋以往叫政治部啊。咁好多人就話大風向係一定係某啲嘅即係團體，我覺得唔一定嘅。係。反而大風向，我覺得咧，而家警隊係好熱，即係已經係好熟練啊！好熟練呢個玩法。係啊，呢個玩法，大家唔好以為佢哋唔會好多 account 係佢哋嘅。係。你唔好話係喺連登啦 ，even 我哋城寨直播節目裏邊都有嘅，我一睇就知道。大風向啊嘛。係啊，佢唔會係大陸五號嗰種做法嘅。大陸五號係有個 pattern 嘅，根本係完全入唔到位嘅大陸五號嗰種。即係一開波就鬧劉世良死全家嗰啲，其實就唔需要討論嗰啲大陸五號嚟嘅。但係警察政治部嘅大風向嘅手法咩咧？佢會調翻轉，佢會企喺勇武嗰邊鬧黃禮輝，或者佢企喺左膠嗰邊鬧勇武。佢一定係揾咗個 stand 先嘅。唔使猜腦啦，梁振英都識做啦，鄧家彪都識啦。咪係咯，梁振英當日就話李大事件就係泛民出賣勇武派啊嘛，當 condom 啊。跟住阿鄧家彪嗰日就話嗰張假海報，民陣否認，咁佢就話哦呢個民陣就出賣呢個勇武啦，就當勇武叫做 condom 啊。係咯 ，condom 佢叫 condom 啊，中文嚟嘅，唔係 condom。所以我就話啦，當鄧家彪當今日出咗個 post 啊，一樣啊，嗰張海報啊。就是講呢個嘅捉鬼啊，藍絲陣營 share 嘅，我喺連登見到，咪又係同一個路數咯，係嘛？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哋，我覺得啊，佢會喺一路喺呢啲位裏邊，因為對你要記住，對警察對中共嚟講，佢追求咁多個月，付出沉重嘅代價就係要我哋割席嘛，割席係啊！你唔好以為佢係要我哋翻屋企咁簡單，佢係要我哋割席啊嘛，好啦，搞咗中大事件，搞咗理大事件，再搞呢、這個呢、這個聖誕節平安夜催淚彈，跟住元旦大圍捕400多人，都搞唔掂。而家就係心戰嘅時候，我覺得係唔關呢、這個阿李慧唔係樂慧玲事，唔關樂亦玲事嘅，其實係警隊心戰嘅時間，因為呢個鄧炳強上場，你就睇得好清楚啦，其實。他說要剛柔並濟並用就是政治手段，政治手段就是包括用政治部的手段。所以如果我有些朋友說真正的勇武是不會這樣公然說要退出 的，其實我覺得有道理的，其實這樣說是同樣當日現場裡面發生的事都好，究竟在之後這個女手足她所說的話裏邊指控人哋冇三省吾身啊，咁樣又引埋《論語》啊，咁樣。喺我嘅感覺裏邊咧，嗱，我只係一個純粹推測啫。係有可能係心戰嚟嘅，其實。所以大家盡快放低呢樣咁嘅嘢。我哋唔再討論落去，點解咧？呢個係心戰嚟嘅。我哋講一次就算㗎啦。呢個就係你起碼個原則。其實要 clarify 先，因為其實呢樣嘢成件事其實好自然嘅，發生得好自然，而且係冇人帶風向，係群眾自發去捉嘅。而群眾自發去捉你，我覺得係嗰個人當事人應該反省一下，點解所有人自認為你係鬼先？因為嗰個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basic instinct 嚟嘅。係啊，係一個直覺一下第一下嘅反應。係啊，冇錯。即係正如好簡單，譬如我喺維園咁樣假設。突然間有條友喺維園對面嗰間 Hong Kong Bank 嗰度，啲人湧緊入去維園嗰陣時候，去做呢啲行為嗰陣時候，我諗現場嗰啲人一樣係會咁諗法嘅，其實，即係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如果係手足嘅，一定更加需要去諗清楚嗰個任何嘅政治行動本身係咩咧？我覺得咩為之政治行動咧？係你嘅手段同目標係兩樣嘢嘅啫，我覺得，你要達到咩目標，然後你要採取咩手段，好啦，然後你有個理據，我覺得所謂同路人咧，理性嘅話咧，喺呢方面係絕對可以公開討論嘅。譬如我成日都話，我點解要做公仔頭？點解要帶佢去海外？點解要做呢樣嘢？因為我係和李飛嘅路線，我就要爭取一個 media exposure 喺海外嘅 exposure。呢個就係我嘅手段啦。咁樣你可以唔同意，係嘛？但我話俾你聽，我目標係乜？如果我做到個 media exposure， 我證明我當初嘅構思係成功嘅，因為我攞到嗰個嘅外國傳媒嗰個嘅關注。所以我就話咧，
任何政治行動的討論都應該是在這樣的範圍裏面，先不要講道德，不要講你鬼定唔鬼先，然後話你嗰日喺嗰個時間做呢樣嘢，你想 achieve 啲乜嘢？然後點解你要用呢個手段？你唔可以就係話一開波就係前線嘅勇武兄弟為保護和理非犧牲咗點點點，嗰個唔係一個運動策略嘅討論嚟嘅，其實咁樣嘅討論拗完之後都冇意思嘅，只係傷感情嘅啫，係嘛？永遠大家拗完之後都希望係咩啊？係有個更強嘅共識啊嘛，同埋個運動嘅策略可以行前一步啊嘛。而不是说纯粹是一个 blame game。如果变成一个 blame game 的话呢，就是那个就真的会是心战来的。我覺得啊，如果整个讨论是一个 blame game。啊，所以我看到有些讨论在连登的讨论的，我真的特别好留意这个 post 的，除了隨緣那个之外。那就是因为呢，我觉得呢有些人真的看得很清楚，我觉得真的。就是里面我很清楚。有些人看得很清楚的，其实就说到此为止了。一出見到那張藍絲的 poster， 他就說大家知道什麼事，大家知道什麼事，散水，不要再討論，不要再推了。我覺得這個是一個相當好的正確的態度來的，真的。還有呢，即是你現在去炒大這件事呢，其實有很多事情其實是大家都會選擇去忽略的，即是也都不會說有心情呢去理的，即是譬如你很簡單都更加重要的事，武漢啦，而家區議會嘅即係呢啲換屆啊、選主席啊呢啲嘢啦，係嘛？同埋就係其實武漢沙士先大鑊，其實係大鑊嘢嚟嘅。你諗下，而家你邊個得閒去指責呢一個啊？即係呢個特區政府做嘅嘢啊？係咪？即係點解你留唔住？點解你留唔住嗰、那個即係你醫院都留唔住嗰個女病人啦？係嘛？哇！可以出中大百里行宿舍嗰條友咧，走嚟走去啊，一樣啊，喺武漢翻嚟嗰個內地學生。係啊。根本冇法例啊嘛，又可以出入境喎，係咪？仲話考慮啫喎，而家仲係考慮啫。我話俾你聽，Outbreak當年，你諗下，楊永強係否認有社區爆發，結果淘大死咗幾多冤枉？299，跟住先至 quarantine， 先至隔離，係嘛？喂，記住啊，病毒喺人傳人之後係會變嘅，係啊，會㗎。初初變得仲快都係啊，唔係第一陣感染嗰啲係最慘啊，可能係經過病毒變異之後嗰啲啊，咪好似平。而家冇人講得到究竟，好多時你一睇以為，咦唔係咁毒喎咁。係啊。但係再傳咗幾陣之後，究竟佢會唔會有變化咧？啊，呢個先係大問題啊嘛。咪話有個好似蘋果記者定邊個？哇！你睇下嗱，呢個喺武漢㗎，係香港記者上到去咧影相，影到呢一個咧，即係醫護。哇！穿到成個切爾諾貝爾裝咁樣㗎，其實係好誇張㗎，真係你見到咁樣樣喎，嗰啲生化咁樣樣喎，即係等於昨日入去中大白宿嗰啲嘅醫護，即係消毒咁，又係跟住相比起政府嗰個冇染雞籠嘅政策，你就覺得哇屌咁荒誕嘅，係啊，你咁高戒備走去清洗，然後跟住嗰啲帶病嘅人就可以喺度自由出出入入，係啊，走嚟走去。你 trace 唔到嘅，話俾你聽，我住帝都酒店，原來唔係嘅，係嘛？跟住就堅持要出院，你又冇辦法去阻止佢嘅。係啊，而家咪就係咁嘅狀態咯。所以話呢個政府係絕對信唔過嘅。陳肇始出嚟講話不排除揾人去武漢，咁你咁叫做不排除？我以我喺政府工作咁多年咧，佢咁樣講即係唔會去嘅啦。係啊，因為冇中央批准，佢係唔敢去。係啊，唔敢去。點解啊？因為如果中央決定係要冚嘅，因為影響習近平。嘅呢個威望嘅，佢點會俾你陳肇始上嚟啊？係咪先？好似武漢嗰個一二把手都係習近平嘅人嚟嘅喎，大佬。喂，呢單嘢我話俾你聽啊，對習近平嚟講，比香港更致命嘅。係啊，你睇唔睇到當年沙士，北京孟學龍咪落台咯？係啊，咪就係阿胡錦濤揮雷斬馬叔，咪就係呢個孟學龍咯。雖然之後俾人發現喺三鹿奶粉事件之後，原來佢已經做咗咩質檢局，你唔知乜嘢，即係由靜靜安排翻佢復出。但係中共嘅權鬥總會係利用人民嘅苦難，同埋喺苦難裏邊找到對方嘅痛腳，然後去獵殺對方嘅馬仔咁嘅方式嚟出現嘅。其實咁，所以突破口嚟㗎，即係其實權鬥嘅突破口嚟㗎。權鬥突破口就係專係對付佢打大佬又唔得，咪打大佬嘅馬仔咯。係啊，咁咪借呢啲事件去打，而唔係諗住點樣去處理一件事喎。係啊，係咪？所以香港係必然地會因為呢個大陸嘅人天災而變成人禍，大陸嘅天災必定會成為人禍，然後必定會去 spill over 去到香港，
係嘛？你敢唔敢停航班咧？唔敢。點解啊？咁你咪即係話武漢好大鑊啊？係啊，引起恐慌啊！跟住引起恐慌都國家安全問題，跟住上邊就會話：喂，呢個係國家安全問題，唔到特區政府講嘅喎，係嘛？你揾袁國勇，你揾邊個都好證明何柏良好證明呢、這個。冠狀病毒好大鑊都好啦，佢都話俾你聽呢個國家安全問題，唔到你香港，香港就算單方面都冇辦法決定嘅喎，係嘛？仲有喎，武漢究竟幾多人感染？唔知㗎，唔知㗎。喂，你落到嚟香港都係成十幾個啦，你更何況你話內陸城市？係啊，而家睇到而家 report 嘅數字，香港係一路噗噗噗噗噗。係啊，今日頭先我睇係九個啊嘛，多咗十，好似十幾個啦，好似好勁啊，其實係，係嘛？即係你已經看到嘅咯，其實係，所以我低温我都講過，呢個政府係絕對靠唔住。大家買個嗰啲嘅外科手術口罩得㗎啦，千祈唔好用上街示威嗰只，因為外科手術口罩有三陣嘅，其實嗰只先至頂得到嘅。如果你用上街示威嗰只係頂，嗰只係有型嘅啫，其實係。嗰只係寒星有型嘅啫，係啊，實際上係擋唔到啲飛沫傳播嗰啲咁嘅嘢，同埋香港本身。而家都係步入呢個流感嘅高峰期。係㗎，尤其你見到而家呢天氣咧，又開始又濕啦，又好似今日好似就係你嘅感覺，好似又係回南天咁啊！係啊，好快啊！係啊，又潮濕又暖，係咪？前兩日都仲係涼涼地嗰陣時。係，即係呢啲天氣就最容易最容易揦嘢，係流感嘅高峰期。係咪？我一月一號之後，我同阿邝榮宣一齊出事嘅，其實就係我相信係嗰啲催淚煙咧。去引發嗰個上呼吸道嘅問題。哦，因為當晚我喺銅鑼灣去影住佢大拘捕嗰啲人嗰陣時咧，已經係不斷咁流鼻水啦，已經。嗯。係完全冇任何嘅傷風感冒嘅跡象嘅本來。嗯。咁就翻嚟之後，跟住就呢幾日咧，就越嚟越大鑊啦。其實。係。咁所以本身我覺得係可能係抵抗力弱啊等等呢啲咁嘅嘢，所以大家要一定要。記住，唔可以靠呢個政府去 protect 香港人嘅性命，因為佢係政治掛帥嘅而家。係啊，佢唔係以香港人命嚟做一個嘅最高嘅指標嘅，係嘛？你話喂，大佬，好簡單啦，你嗰個法例其實係可以賦予佢係強制性嘅，你知唔知啊？係啊，因為有嘅豬流感、禽流感都係咁嘅。你唔記得嗰陣時呢、這個嗰間咩酒店 Metro Park， 咪強制性嘅咯？Quarantine 啊，係入住嗰啲住客係唔准走㗎，其實啊，好似拍無線拍埋劇添，好似係啊，因為係有嗰個強制權力嘅。但我問，當政府當所有疫情，我話俾你聽都唔可能係等到有 medical proof 先至去做嘅，因為有沙士嘅教訓係咩咧？楊永強一路堅持話冇 medical proof，但係你要記住，當有 medical proof 嗰陣時候 ，is too late，一定係太遲嘅，其實已經係。全部散開曬嘅，係冇錯。所以你一定係防患於未然嘅，所有呢啲 quarantine 又好，乜都好，係你一定係未去到全面社區爆發之前，你要做啊嘛。因為你係要阻止嗰個社區爆發啊嘛，落閘啊嘛，要落閘啊嘛，係嘛？所以我覺得我對於嗰啲陳佩賢嘅講法，我都覺得即係幾匪夷所思，係嘛？佢話咁樣修例唔係幾好喎，好似仲未有足夠嘅乜乜有嗰陣時，我話太遲啦，根本就已經太遲啦。零三年嘅教訓。香港人俾咗二百幾條人命，今時今日中共攞嚟宣傳就話大陸夠港，其實係大陸將病毒呢、這個劉教授由中山將病毒帶嚟香港，從來都係嚇。然後跟住送嚟香港啲物資，根據之後有人 PM 我，當時應該係處理物資嗰啲人，佢話從來冇用過嗰啲物資，嗰啲咩防護衣物係唔啱使啊，總之冇用過，擺喺個倉嗰度，係冇攞過出嚟用嘅。佢而家就。硬硬扮送嘢俾你，然後話俾你聽，靠我哋嘅支援去渡過沙士啊嘛！而家亞洲金融風暴都係靠佢噶。咪你最無恥就係阿張德江都咁講啊嘛！喂，張德江呢條就係當時累死香港人嗰個人咯，就係咯，佢就係廣東省委書記咯，係咯，佢竟然當自己恩人喎！呢條友真係真係無恥到咁嘅喎，其實係。所以我話，當大陸啲官員可以無恥到咁，幾年之後香港人就死咗啦，係嘛？食嗰啲 Tamiflu 嗰啲食到骨枯嗰啲，係嘛？一世啦，好大鑊。然後跟住佢攞嚟真係食人血饅頭嗰啲，其實就係呢啲人。我話俾你聽啦，佢就調翻轉攞嚟去做自己嘅功績，走嚟喺度宣傳博咩啊？因為佢改寫咗個歷史喺大陸，你上去百度一揾你就知嘅啦。根本亞洲金融風暴就係靠呢個國家支持，所以擊退呢個索羅斯。慈善大佬，不過嗰陣時的確有啲人咧，就真係想放清兵入關嘅，即係好似董阿老董啊嘛。
阿老董係嗰陣時即係俾人爆咗出嚟，就係話喂揾中央救亡啊嘛。咁嗰陣時當其時朱鎔基就話佢話相信香港自己搞得掂嘅。大陸自己都唔敢搞，我話俾你聽啦。如果唔係，點解個病源嗰個人會走落嚟香港求醫啊？嗰個唔係傻佬嚟嘅喎，嗰個係一個教授嚟嘅，其實教授先知道大陸嘅醫療唔可靠啊！大佬要落嚟，有冇人刮翻嗰條友出嚟咧？其實係咪揾佢講兩句啊？真係，即係講兩句公道説話。我諗唔會啦。佢如果佢講嘅話，佢都會被消失嘅，會好似嗰個潑墨女孩咁樣樣嘅。潑墨女孩慘啊！點知被消失啊？出翻嚟之後痴痴呆呆。黐咪黐咗線啦！嗱，即係呢個咧，我諗其實呢個好標誌性嘅。其實點解而家桂文海仲未可以出翻嚟啊？桂文海獲釋嘅喎。我放咗噶啦，已經放咗噶啦。但係點解而家見唔到佢咧？即係被軟禁啦，就係因為佢未好到，佢未去到好似潑墨女，唔係佢未好似去潑墨女孩咁樣黐咗線啊。如果即係阿桂文海，即係好似潑墨女孩黐咗線咁樣樣啦，咁佢就可以獲釋。因為唔會亂噏嘢啦。係啦，出翻嚟之後就係咁樣啦。咪即係黃全章咁咯。係啊，你見到而家獲釋嗰啲全部都係咧黐線嘅，變咗係即係。就算我想不是打也好，藥物都令到他黏線，因為他要令到他們永遠封口，所以是我告訴你是很恐怖的。真的，我們先休息一陣，回來再繼續講今天的主題。正啊，人民超市 App 有得下載了。